马桶人 VS 监控人同人第六十集 Part 2发布，竟让主播吓了一跳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情。开局摄录人从昏迷中醒来，意图起身，竟然看见自己身下是马桶，随后听见远处轰鸣声，转头看到一个很熟悉的面孔但是很陌生的人在破坏城市，又是熟悉的场景，但是和记忆中的怎么都不能重叠，这个世界太奇怪了。监控人和马桶人互换了身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过阵营归属还是和记忆中的一样，电视人没有失去他的技能，技能效果还是和以前一样有效，又有一只马桶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，还是用原来的名称吧。女电视人使出绝招击败了来袭的马桶人，但是并没有安全，更多的马桶人向这里集中。女电视人思量了一下，屏幕放出紫色光芒，然后一个传送技能带着摄录人回到了，应该是回到了监控联盟的基地。这个基地看起来好好笑啊，同人作品这波又抄了正版的哪一集呢？虽然是抄，但是这个脑洞开得很不错，你们觉得呢？